凭什么他人见人爱，我从出道到现在都无人问津，我也要当全民偶像。一觉起来，我突然粉丝都掉光光了。只要有魅力，粉丝们会把黑的说成白的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自己的演唱实力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百万调音师。有了调音师，谁还练歌呀？你被录用了。多学一门乐器增加乐感。你的长相很好，唱歌能赚几个钱，跟我去拍流量片综艺吧。正合我意。看看前辈的 CD 取取经。每天都要化不同的美妆来留住我的颜粉。要注意皮肤的日常保养。均衡饮食，才能有力气开全场的演唱会。我要减肥，这样才能更上镜。通过我的努力，我获得了一些奖项，但距离我的目标还很远。和我出去玩，我就给你大热剧的女主角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更有名气了。裙子要够短够辣，粉丝才会买单啊。这样的裙子更符合我的气质。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练习唱歌。通稿真是接不完。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定时和铁粉聚聚，增加粉丝的凝聚力。我这么好的开局都塌方了，凭什么他还能成功？